哇，我们走外线，走外线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必须开溜。贴弯。CW。我靠！你干嘛了？哪里？你们确定你们这样是合理的吗？一个小喷。下这里一个进阶 ，DW， 再一个贴弯，不要再来了，不要再来了，我走外线。哦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你搞鬼。哦，你这是什么开车的方式？你酒驾是不是？搞事啊！哎，我第一耶！哦，别戏啊，我别戏啊，我快扛不住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赢吗？因为他刚过线的时候，他网络太卡了。他冲线之后，系统还没判定他冲线，他还要那个网络延迟一下，还要过两秒才判定他冲线，所以我赢了，好吗？走起，测试一波。如果只改一个的话，它的那个氮气的动力，我感觉氮气加4%应该就够了。你一个氮气大概3秒左右嘛，那你加4%的话，大概落在3.12秒吧。加氮气时长的话，那个时间是真的是加很多。这里再一个 CW， 哎哎啊！进阶，有，我觉得感觉好像这样改好像蛮好的，我自己开起来蛮顺手的，就是改一个氮气时间，氮气时间不会太长，然后这个动力跟速度又有所提升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改什么？我改成左左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改左左或改右右，看你想要哪一个，好不好？但是没有上上跟下下，看你们想改左左还是改右右。CW 一个提示，小分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就要撞了，小分不太能续了。
Wah. CW 名字小分，对了，我觉得这样改起来，我觉得蛮舒服的，就是一个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继续讲，就是一个两个都有的一个改装方式。你有氮气的时长，然后你也有这个氮气的动力。蓝色。开玩笑的，弹射的这个玩笑呢，也是有的，好不好？全面具备的一个改装方式，好不好？哇！哇！哇！捡起剃刀，你们可以手下留情吗？给光芒一个机会，让我重新看见光芒。哇，没续到。尴尬了，刚少一个小喷，小喷点慢了，小喷，再一个 CW。Nice， 哇！哇！我说天启要来了。特森平次，干那贵嘞！那个天气，哇，完了！可以可以，我们这里一飘过就好。蓝色，哇哇哦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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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，踩到两个魔毯了，漂亮！哇，吓死宝宝！随机，每次大峡谷，想说这个几率好像有这么一点可能，有没有声控？连续声控两次，打妹了，我的车。
稳着，稳着，稳着！下哪，璀璨之星！小分。哦，抓到了，他掉下去了，抓到。也双杀，哇，少一个小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一定没有发现，你们一定没有发现，按太慢了。Nice， 晋级成功。小草手速不够啊，那边点两次刹车，再滑 CW。Nice， 我们晋级了，好不好？又晋级了 ，S3 赛季又毕业了。